是谁？你昂着头，却含着泪。你是谁？你微笑着心碎。你是谁？你饱尝污秽，为了谁咬破嘴唇却无言以对？你是谁？在风中走，雨还在追。你是谁？在雨中心无包围。可知道你一生疲惫，为了谁生死相随，却无言无味。没有人知道你是谁，没有人知道你为了谁。你是影子，却光芒四射。你是天马千山。青霉素的查找，还是对伤病员负责任的目的，医院都不能再有半点事情发生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嗨，所以你这个军代表要暂时撤离医院。阁下，我撤离了，那谁来完成青霉计划呢？啊，暂时让张东阳出面。只有你这个军代表，还有你的军队撤离医院，才能缔造出一个和平的状态，医院的霸医风潮才不至卷土重来，同时可以给齐小云安心实验创造一个大好的时机。可是阁下，当试验成功了，你可以回来收取成果嘛？啊？明白。报告。进来。强子。云臻，
元贞，是我。元贞，我想跟你好好的谈一谈。我知道你在，你开开门。我来是想跟你说，我要走了。毫无疑问，邓红是运送秘密任务的人，怪不得为了一只盘尼西林就把命给搭上了。要出城北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中山桥，一个是甘肃路，而甘肃路全部由黄协军把守，照理说他应该选择甘肃路，那为什么他非要选择中山桥，全部由咱们日本军队把守的岗哨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将军阁下的意思是，他有内应。他的任务是9点整，把东西交给中山桥守军中他们的内应首领。将军，您知道这个内应是谁吗？那是你的军队，我要你找到这个内应。是。说走就走，不能等到明天吗？冯先生，我要走了。我的鸡姑姑不见了，你看见了吗？冯先生，我欠您的情，可能无法再报答了。我谢谢你了。您是什么意思？本来我想在这中山医院安安静静的度过晚年，可是现在看起来难呐。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出什么事了？你还问我出什么事了？你看看现在这中山医院成了什么样子了。真的很对不起冯先生，不过您放心，我马上就要离开了。冯先生，慧琳，算了，不用管他了。
我可能真的给他添麻烦了。你再仔细考虑考虑，中山医院你说离开就能离开得了吗？我想清楚了，在这个被颠覆了的世界里，在这个被倒霉笼罩的社会里，我能选择的就只有逃避。你认为你逃得出去吗？也包括我自己。慧琳，你走了，强子呢？元贞呢？还有小英子呢？那我呢？我的未婚夫，我的感情，我的生活呢？又有谁为我来负责任？慧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上封锁医院。不行，必须要手术，快去拿药。我去先忙了。
死了！鬼子来了！这么快？是母亲，他们抬着母亲来的。你得赶紧走，动作能快点！出去了。什么？器械室？你躲到器械室去，快走！不要救他，让他死，让他死！陈慧琳。陈医生，陈慧琳，陈医生，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陈慧琳，你居然想公报私仇？他是咎由自取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得抢救木京大佐。我丧事在身，情绪很不稳定。我的手会发抖，请你另请高明吧。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？金大佐死在了医院，那么前两天的麻烦可能会再一次发生，这样的话你和你的医院也将变得非常被动。看在医院和病人的份上，请你救他吧，请求你。听见没有？快准备手术。刺杀木金的凶手已经逃进了医院，他要是死了，军方一定会追究医院的责任的。王医生，气道处理，输液，准备血浆。直接从腋中线的第五根和第六根肋骨间进行，一共有四个伤口，第三个伤口最严重，直接穿透了右心室。
这个凶手先是杀死了大佐的司机，然后又冒充司机刺杀大佐，简直是太残忍了。残忍，我觉得用专业这个词更好一些。他已经逃进了医院，我敢肯定。他是这个医院的医生。凶手应该是个军人，你应该在日本军人中找找。军人不会用螺丝刀杀人，日本军人更不会杀自己的大佐，这个理由军方不会信服。这恐怕也未必吧，木津必须为他残暴的行为负责任，他不是连日本侨民没放过吗？专注你的工作。你在这儿我无法专注，我必须得守在这儿。我是一个医生，我明白我的责任。张东阳，我们都出去。真的要救他吗？放心吧，带这么多人来监视我，还带了狗来。刺杀大佐的凶手躲进了手术室，你就不怕这狗给木津的伤口带来感染吗？我们看看就走。陈慧莲，你居然……张东阳，你知不知道狗的身上带有32种细小的病菌，其中有7种会导致致命的病毒。我不允许你的狗把木津的伤口给感染了。你这叫故意掩盖。我故意掩盖什么？我敢肯定这个凶手已经躲到你的手术室来了。你有什么根据？凶手的血到这儿就没了。你仔细看看这到底是谁的血。不好了，病人处于休克状态。张东阳，你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的话，那木津的生死就不是我这个做医生的能力能够左右的了。张东阳，我命令你出去。一起带走。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拖时间。拖时间？手术总要有结束的时候。要不让他死了，混乱中我们再采取行动。
一定要救活他。你有主意了？做的，你疯了！张东阳他们在门口等你呢。你什么人？喂，喂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那个我想千刀万剐都不解恨的人。你确认？我找了他两年了，会错吗？不行，我知道你坚守着你那该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，这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强子，你不能光为你自己着想，我绝不能眼看着这个屠夫活着离开我的视线。怎么回事？不要大惊小怪，我也喜欢听着音乐治疗我的病人。你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来宰了这头猪的。我是答应过你，但不是现在。为什么？他活着才能救你的命。我宁愿和他同归于尽。你可以这样想，但是我不。
再也不能做出什么都能容忍的样子，这样反而会引起共产党的警觉。我们要马上做出大日本帝国军人应有的反应。血洗医院，来个大屠杀？你除了这个还能干什么？是。要在医院清查刺杀木金的凶手。是。过来。这一切都让张东阳去出面，要做到外紧内松，千万不能再做出节外生枝的事儿。重要的是，不能打扰齐小云的实验室。是。副院长的权利了，张东阳，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五年的护士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那就是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干扰。我警告你，木金他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，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他。如果你再干扰我们的话，那只有请你去救他了。我忘了。你是异业的学生，thank you.
医生。大龙，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以后的情绪如何，还要看他自己了。辛苦你了。走。实在对不起，请你们把口罩都摘了吧。什么？我要检查每一个人。张东阳，你还信不过我们吗？检查完了就知道。张东阳，你认为有这个必要吗？我们当中要是没有你想找的凶手，你必须向我们道歉。好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做人要讲信誉。你们都没有嫌疑，我向你们道歉。左郎君，在穆迪大嫂康复之前，由你来接管医院。陈慧琳，你等着，我会抓到你那个强子的。现在，给我把医院封锁起来。是。我看你能保护他多久。陈医生，辛苦了，和我到办公室喝杯咖啡。好啊。唱的那首歌，沉默有时候会沉破耳膜，不敢被风淹没，还要最后一波燃烧自我，因为我心还是那么狂热。错吗？让一个牺牲另一个存活，谁说生和死不能够穿越，当我照亮着
缠绵，那么不顾一切，每个感觉，那是我用灿烂与你吻别。看我熊熊闪烁，你才能记得我。看我淡了颜色，你就已不舍。生命谁能把握，坚强或是脆弱，只有一直证明生命不枯竭，我将。